别人有别人的电影，我们不跟人家比，我们就跟自己比。哦，我有把握，我们的大伟罗曼，我们的邱吉宽导演有一套，真的有一套。哦，每一段都好几年啊，非常的赚，非常的辉煌，保证好看。哦，今年呢、啊，高你大家来看大伟罗曼，大火力哈，过一个好的高年。把你保证，看到你绝对会搁看的。哦，看到一个，看到一个迄、那个在网络的风格，迄、那个预告片啊，没有预告片，对吧？看到热机机，讲来话就是要500万，已经超过500万啦。安尼，互你考验讲吼，还是小画一单尔咧。啊，你若入去看，头到尾，把你保证。你无送出来，我也感觉足奇怪，非常的保证，非常骄傲。哎，这一次看哦，看到彩杰好像演，好像三八的，他第一次演哦，啊，然后再去看，看到连静文，哦，身材好辣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我们邱怡宽这一次也表演哦，好、哦、也表演哦。他是三朵花的经纪人、哦、但是他本人配音哦，真是很棒哦，这是邱怡宽喜欢大家，所以他破例哦，我希望各位看我们的电影一定不会错，诸葛亮不会骗大家，我会的都演在里面，保证好看，保证好看啊、哦、好，还有没有啊？有可能会破5亿哦，我们上一次的第一集是4.3亿嘛，那今年可能会破5亿，哦，这个是我很喜欢啦、啊，我都希望2月3日首映会，我赶快进去看，因为我看的只有一段一段一段，但是我拍过的我了解，里面还好多好多非常好看啊、哦，保证好看啦、啊，谢谢大家哈。哦彩杰对票房有没有信心呢、哦？一定要有信心，一定很有信心。那如果跟破亿啊？破亿啊？破亿是应该的，要怎么样？没有，破亿听说我们邱立方导演那裸奔了。你们大家为了不要看了太难看，都不来看电影。谢谢大家哈。